房市问题多多，地震局提北市健全房市行动纲领 2.0， 希望落实居住正义，提出房市有四大问题：资讯不够公开透明及时，买卖交易纠纷，税负不合理，房地产市场高低起伏剧烈。针对资讯品质方面，实价登录规划进阶查询功能，提供151户以上大型社区交易查询，还会依建物类型和屋龄做更细的分析。公布的资讯平台一定要不能有仅供参考这四个字，我们房仲业仅供参考就被罚。以后只要资讯平台出错误，那政府要负责任，要国家赔偿。有一些行情确实可能有点超出一个大家想象之外，比如说像日前的那个信义富邦那个案子，那是不是能够在这个转折的这个时间点，也许揭露的一个速度稍微快一点，新的资讯再去做一个揭露的话，它可能在参考性上面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问题。也许有一些有心的媒体会认为这是一个带风向，这样子会失去掉所谓的实价登录上面的一个意义哦。